这是昨天下午1:09接获报案，这个在我们太平区3田路51巷发生交通事故，那当事人朱姓学生骑乘过行挂车板，金查是报废车辆，那负载乘客是郑姓学生那他们是一同前往山上去杂货店购买鞭炮，那下山途中就碰撞水泥护栏倒地，再碰到标志杆后，两人倒卧在路旁那朱姓学生的话转送到朱姓学生送长安医院急救宣告不治，那负载乘客郑姓学生转送到中国医学院，现在目前在加护病房。